对于四长猫的一个不尊重的一个部分，哦，本人在此在这里跟你深深啊说声深感抱歉。哎，那只什么鸟啊？你嘛先打电话问我一下。我跟你讲啦，咱人无安尼啦，要爱网络声量，不是安尼啦。我讲你较紧啦。哦，这四月份的代志啊啦，哦，搞我卖到无一块好，我去签名。像柯文哲代表，我代表柯文哲来关心，这是阿秋啊，大家的课题。我对王者的尊重，就咱袂输，我才对伊的尊重来，互你看一下，坐到后边，坐到后边。我去，我会送伊一个木屋，这是阮志刚家己做的。你连讲我会烧你啦，你免急啦。咱搁付一张，咱的。我去，我都讲一句啥？我代表台湾民众党，哦，我的党主席柯文哲前来上香。皇上，哦，情绪控管不佳，哦，啊，对于四长猫的一个不尊重的一个部分，哦，本人在此在这里跟你深深啊说声深感抱歉。哦，希望啊、你可以见谅。关于何处的一个造宝案呢、哦？何处如此说明了、啊、喽？啊、非无此事，因为法院都已经还何处清白无罪的一个地面了。我相信，在这个部分，啊、何处还是会加油，哦，经得起考验。